哇，欢迎三位，欢迎三位，欢迎三位。小心受伤了，为了表示尊重，然后就过来，但是其实特别的不好意思。是是是，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看到了，郑爽也是带伤上阵，要特别为我们的这个节目来站台，也非常非常的感谢。因为今天小爽确实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啊，而且其实很多女艺人可能是很怕大家拍到这个形象的。我觉得我们还是把现场最热烈的掌声感谢郑爽吧，好不好？谢谢小爽。我们可以回去赶紧休息了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谢谢，再次感谢郑爽来帮我们站台，谢谢谢谢谢谢。